大家好啊！拍片呢一个时刻系2019年8月30日星期五，嗱，仲有几个字收市啦。人哋拍片咧就问你攞钱嘅，我拍片咧就俾钱大家。上一条片同大家介绍过嘅1833平安好医生喺真闲运学堂大三元向会员推介嘅时候，讲紧31-32元。上一条片都系40元啫，但系上个星期咧最高去到51元，我系咪俾钱大家使呢？好啦，今次講下乜嘢呢？就係上星期講過嘅避險五寶啦。好啦，避險五寶裏面有一隻叫做雅高控股3313，3313嘅前身係美維控股，美維控股嘅創辦人係唐長青先生。唐長青你唔識，佢嘅仔唐英年你一定識啦。股份無端端一個月裏面升2倍，一個月嘅低位係2.幾，高位係6.幾。事必有因，好屈指一算，可以同大家讲，唐英年咧出年有官运，有机会做代理特首吓，睇下准唔准咯。讲开唐英年，另一只股份叫年年卡，跌市使乜惊？一样有爆升股，年年卡3773，喺今个星期一，我喺谷里边咧就向会员推介嘅时候咧，就讲紧呢个8毫8子嘅啫，头先瞄一瞄1.25元，4日里边升咗40%多。我誠意邀請大家同我一起行運跌市使乜驚？真行運學堂大三元是炒股幫的收費資訊局，有月費，有半年費，有年費，當然啦，年期越長優惠就越多，歡迎大家向陳小姐查詢，一起贏多啲，一起行運。